我的勺子。你不是一直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？就是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去你爷爷的大排档吃饭，我吃了一碗锡纸花甲粉，味道特别好吃。我就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厨子能做出来，于是我就进了你们的后厨。结果就看到了你炒菜的背影，当时你就是……那你怎么会捡到这个勺子？后来你爷爷突然间来了，你就跑了，勺子就掉地上了。我捡起来以后就保留到现在，一直在我身边，一直带在身上。一直。人家灰姑娘是掉了一双水晶鞋，被王子捡到了；我是丢了个勺子，捡到了一个你。今天很多事情要准备，给我三分钟。三分钟。我现在可是你未婚妻啊，翻旧账，你翻旧账我也不认的。嫁给我。